他是我们团长的公子，今年九岁。来，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。结合台客舞蹈和流行音乐，转变成嘉年华会的民俗义阵。在庙会中和各个表演团体打对台，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团队。后来，台湾陆续成立了不同的乐音三太子团体，越演越精彩。
南市运太子团哈，咱的团长是基山人曾怀德曾团长哈，场是赞助的哈，赞助的。